正2023年 CRV 中阶 VTIS 等级，目前里程数4900公里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ACC 自动驾驶 ，LED 大灯。5.5代 CRV 专属铝圈，免钥匙摸门，电动尾门，超大后箱空间，电动尾门，后座出风口以及 USB 充电口，可倾倒式后座。CRV 是同级车中唯一个倾倒后是全屏的车种，左边右边都可以倾倒。电子后视镜，车道偏移，电动尾门，前车碰撞警示，循迹防滑，免钥匙启动 ，ACC 自动辅助驾驶，车道偏离辅助。目前里程数4967公里。倒车显影辅助，转向辅助，就是右边的画面，右后方的画面。那本车机含有地图、导航、手机连接、音乐以及 Apple CarPlay 的使用。双区恒温空调，双区恒温，看下来，电子式手刹车，省油模式，无线充电盘，手机连接孔，充电孔。杯架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到现场赏车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